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毛，这边话给大家讲一个 bug。这边的话，我们接受一下那个小说家的白描。等会出校准的时候呢，我们立马切过去，然后就会有一个 bug。这边出了校准之后，我们挥鞭的时候可以看到人物的话消失了，人直接没了。这个视角还蛮不错的，可以用来摄影之类的。虽然说我们本体不见了，但是监管者跟队友是能看到我们本体的，只是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啊。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说抱着队友的话，队友也会跟着消失，我操。然后我们去交互的时候就会游戏崩溃啊，如果我们交互的话就会游戏崩溃。没崩啊，崩了。你崩了。我崩了。当我们再次重连的时候会出现有时候登不上去的情况，这个还是蛮严重的，这个 bug。 这个 bug 还蛮好玩的，感觉挺适合进行一个那个什么拍照啊，这些就挺不错的。贵人到这来耍小小脚气。